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各位，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哦，之前的影片我跟各位介绍过了嘛，就是要玩我们的 MapleLand 呢，是需要实施这个实名认证的。那如果各位真的突破了这个重重难关啊，解决了这个认证的问题呢，那这款游戏它还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 VPN 的哦。所以呢，我就来介绍一下我平常所使用的一款 VPN 哦，那就是我们的 Surfshark VPN。那 Surfshark VPN 呢，它使用起来啊，非常的方便啊，简单明了的操作面板可以让你轻松的上手哦。而要在连线我们的 MapleWorld 的时候啊，你只需要轻轻的一按连接到我们的韩国 VPN，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登录页面咯。那你成功登录之后呢，即使你再关掉我们的 VPN， 也是一样可以进行正常游玩的。另外啊， Surfshark 在全球有超过3200台的伺服器啊，并且分布在100个以上的国家哦，所以即使你出国在外呢，也是随时可以玩到我们的 MapleLand。 而且啊，它是使用非常安全的加密方式，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的资料会遭到外泄哦。好了各位，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欢迎点击下方的连结，就可以取得我们新年 Surfshark 优惠哦，并且再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Louis Shark， 就可以额外再获得免费的5个月，而且30天内呢保证退款，所以各位可以赶紧把握机会来去做购买哦。那也感谢 Surfshark VPN 的赞助播出。好了各位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准备正式开始咯， Let's go。 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咯，今天的 MapleLand直冲42等，我现在蛮容易一下一只火肥肥的，那个速度很棒。哦吼，42咯 ，everybody， 那各位，我决定要开始点幸运了，因为呢，我等一下会去把桑拿服充10张命结卷，这样就有90了，差不多到90就够了。我看那些60几点的侠盗，那个敏捷也差不多90左右，就全 all in 幸运了，就是为了拿50等的装而已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 all in 幸运了。好，然后这个点一下，16等了，熟练度应该可以稳稳的一只了吧？啊，还是不太行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把那个米结卷弄一弄，但应该大部分可以一下了啦，至少现在每一排都稳定100以上了。那我们去堕落城市，走，我们冲了那10张敏捷应该是不得了的吧？好了，来了，看一下。套服叫什么东西？是上面那个韩文吗？哎，套服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好像是这个，对对对，全身敏捷。好，来咯，10张嘛，先买一张好了，先买一张试一下。 OK 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买吧，9张走起。哎呀各位，想不到我也赚了这么多钱了，这边充了7张武器的，所以这边就有一张7万嘛，这边就是19万了，这边再10张35万。 OK OK， 又变强咯，又变强咯，注意啦，现在就有90敏捷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去杀火肥肥，应该一定一下一只了吧，是不是这么强欸，这个哇，那个没有办法一下一只说不过去了吧，毕竟加敏捷也会加一些攻击力的。好，来吧，来了各位，看一下一下一只 Let's go。 OK OK， 应该是都能一下了吧。哇哦哇哦哇哦，哭吧，看来8-9成吧，还是真的要等到19点，就是这个点到19等。有啊，我有喝水，现在405攻击力了各位。哦呼，连三拉三，这就是差距。哦呦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太多罐了吧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还有钱，这一代是要让我封闭炸弹的，哭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是不是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5万欸。Oh my god， 这个是要封闭炸弹的是吗？感谢你的抖内，真的，他也是 so rich 欸，没有点勇者掠夺书，观众就会掉钱，笑死！谢谢谢谢，我也要小于3，现在基本上一下1000了，我感觉43等就可以去试试天使猴了，应该可以稳定两下一只，可以去找露露了。他现在有没有在线上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瞄一下，欸。I have many friend credits. Is your fever? 哎呀 ，I think so. 我要跟他说一下 ，You can reject them all. OK， 都拒绝没关系。怎么过分？我们这个是有交流过的，那能一样吗？43等吧，43等再去看看。现在打天使猴可能还没那么稳。我其实很想去这个图打这边，这边的火肥肥超密集的，反正那边真的太多人了。上次去还有一个54等的冰雷在那边练呢，但我说真的哦，如果这边有位置的话，这边超级快哦。我有去试打了一下，
那边真的超快，就连这边火肥肥一也是完全比不上。主播丢标的攻击高吗？可以给你看一下，40等全套，再加上我什么标，忘记什么标了。OK， 一下大概六七百吧，另一下一只速度差蛮多的。我这个加倍训练完就先离开一下了，我们就去那个图看一下。露露，我棺材再赔就好了，我去那边只是挂机，那个天使猴我又打不了。嗯，干嘛干嘛？怎么那么多问号？好像我说了什么很劲爆的事情？粉丝福利什么？你们是只要有看到露露就很开心了是吗？真的很好奇。露露在你们心中已经到什么等级了？这已经是女神等级了是吗？跟 Blackpink 差不多。好，那我加倍差不多结束了，还是我们先去魔法森林看看露露在不在。我顺便摸个几下看一下，两下可以吗？啊，两下可以了。哎，有时候还是不行，可是有嗑药水应该可以了。两下一只天使猴90经验，一下一只火肥肥60经验。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玩，他也有可能在某处挂机。哎，真的耶，真的在洞里耶。好啦，可以了吧，那我们走咯。隐身看不到你，没有吧？而且有其他队友啊。哎，他打字了，嗨，他44等耶。哇，还有这个38等的短杖。 Together my damage is not enough。 不行啊，我想去看侯肥肥啦，只是来看看你怎么讲。 Just come hereTo see you, fighting, 撤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撤撤撤，去火肥肥。哎，会不会那个是他朋友啊？他说不定在那个 DC 群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又是那个台湾人呢、欸。算了，好了，那我们去看一下超级远的火肥肥。组队刷胡子可能比火肥肥快吧，快也是因为队友让我吸趴。跟他们一起就是无情的吸趴机器，基本上没什么贡献。哎，他们还有瞬移，我这个平台会跳到什么时候？我还没有速度激发，就是个累赘。有了，就是这个图，这边出怪真的超快的，你不用走什么路就一堆怪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看这个怪，这个怪量，49.97了，各位，超级提速。这边的猪真的好多、哦，好爽啊！我这边加倍结束了，大概10多%，11%，所以我现在差40%就要再一个小时。好了，这个加倍打完就先休了。Where are you？ 哎、欸，露露密我哎、欸，这边怎么讲？这样，他有要过来吗？可是，哎、欸，他真的到我这个频道嘞，他真的也跑过来嘞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会挑时间嘞、欸。我就再过个一两三分钟，我就要说感谢大家今天收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直接回阿宇 ，Hello， 哎、欸、来嘞。露露登场 ！Oh my god， 不会吧 ？Masaka， 哦，等一下，背包要满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 ？Can change level？ 哦，他几个、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格，一二三四五格了，再一格 ，OK， 好。哦 ，OK， 直接满 ，Thank you。I going to rest. Okay. Good night. I found 4 hours. 哇，他练了5个小时。他说他今天又换一套点装了。他说 fighting 员 fighting 小鱼山。偷打一个小鱼山，没有礼尚往来哦。他刚有给我小鱼山哦。你现在没有看到吗？哦，怎么又掉钱袋了？我又5万。不是，这是勇者掠夺。谢谢，不是，为什么？勇者掠夺术哦，谢谢，哇，打着54万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加倍结束嘞，差不多了吧？露露也来了，哎啊，怎么死掉了？哎呀，怎么死掉了呀？差不多了吧？这个要升等还要再30分钟呢，还要30多分钟。露露走嘞，露露走到角落的最边边了，他跑了，那我要跑了，好了。准备收工，然后说他就真的跑到这边边嘞，他在那边没事吗？蛮好奇的，他会不会死掉啊？为什么呀？我感觉，对啊，我感觉是他的电脑被碰到了，怎么办？保护他、啊，哭啊，要保护他哦。露露，啊，不能打字。Why you stay here？ 感觉是真的那个哎。好，你帮一下，我用这边密看看。露露，
Why you stand there? So dangerous. 哎呀，这个太尴尬了吧？你没有煮他吗？好像也没有办法帮他补血啊，还是给他这个声音提示看看，一直点他，噜噜噜噜，哎呀，继续练，不行啊，我去练这边也顾不到啊，就应该跟他要 IG 的联络。哎，怎么办啊？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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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扣了。哎，他还剩多少血啊？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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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了太难了。不是，我觉得左边别打了吧，你左边越打这边生越多，哎，不觉得吗？我们就守这个点啊。怎么感觉快死了呀，怎么感觉快死了。哎呀，那个怪直接出在他脸上的，真的没办法。露露 come back。 掉墓碑，我是觉得他迟早会掉墓碑的，因为有些怪会真的直接出在脚下，我感觉他剩没多少血了。尽量不要清太多怪，这边升的几率越高。哦，这个拉怪有哦有哦有哦，注意哦。那好像 OK 了吗？这样只要没有人来打怪，就不会那个了。这版魔星防御不是开关，是有时间的。有没有可能他才刚升等？哎，有可能哎。我们刚看他四十四，他现在四十五了。啊，刚升等的话，是不是就就？还是我先去煮宵夜。我先去煮宵夜。哎，他又中80滴了。哎，太多只了太多只了。挂绳子上有啊，刚刚有人这么做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觉得不要杀怪，就是打一只然后就挂着就好了，只是就是要不知道挂到什么时候，这个比较煎熬啊。一起死了算了，一起死啊、哦、那我觉得死一个就好了，没有必要两败俱伤哦。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, Lulu?哦，好像快不行了，好像快不行了，又被碰了几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不见了！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他不在了！呼呼，守护大成功 ！OK， 感谢各位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我问他一下，是不是他的猫 ？You are hero. You are welcome. 结果我是。刚才我是挂在这个梯子上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大家都是英雄。好了，那 OK 了吧？我们这个守护任务大成功。